那怎么敢呢？打不到了！是在开枪这两个吗？ 捡的烟吗？怎么开车呀？那么多车怎么没人开？大仓没人啊。那我们这坡也可以。这个不是开车的，这坡比赛更。这里也没人。哎，我们这坡是干那个防区的，好像。这不好干啊，你说？哎，房顶看到没？有两个还。 哎呀，我想回去拿。啊！来来，找条路出来呢。哎，我拿走我们脸了。我拉死了。好像有人的。这边，三边后面。三边后面有个山的。等我一下，等我2分钟。 哎呦，这里，绝对的牛子，黄子龙，操！下车，贼他妈丢我脚底下了，我不干。 有点用的不好了呢，突然手感变了呢，难度有点超标了，现在感觉动的打不死，只能打这种不动的。他这个山可以直接砸，之前我们也是运营到他妈左边进不来了。 妈呀！切出去看弹幕呢。马丘，马丘，一个人在这干嘛？这边倒了一个，快，我右上顶，在救。帮丁基龙。 打二打二。